爸，我要来阮西兜哦，找阮西啦。那你把好啊，恁西都是乌狗，要等下做生意要得找啦。爸，我就是去餐厅后尾找阮西，问看阮全家乌狗办桌调查算你安怎啦？结果细汉来搞阮西无去上班啊。啊？哎呦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恁爸拄在咧伫餐厅后盖冤家尔，哪有可能无伫遐啦？爸，我拄仔经过菜市仔口的时阵哦，听你河流说话咧讲啊，讲阮西是咧沿路行，沿路靠登去啦。 哎，水啊，我咧看，代志严重哦，咱来因同个看卖，好。哎，哎，无错呢。西啊，阿华，阿罗，西啊，西啊，你走开，我连个走开咧，可能连个房间也关。西啊。 阿公啊，阿公啊，你开门者啦！你唔当安怎呢？阿公啊，阿公啊，你开门啦！我知我头拄啊，我冲崩啦！你开门啦！哎，阿公啊，歹势啦，我今日现实啦！西啊，开门啊！阿公，你开门啦！西，阿公，西，你开门啦！ 嘛，啊！啊！你唔是讲以后我的代志你袂插啊？啊！你是过来创啥？无啦，嘿，阿五啊，我做好。阿五啊，我听尤金伫咧讲，讲乌狗哦，将你办桌钱摕去到即嘛无用哩，有影无影？爱是头家呢，我出去外面办桌，伊去甲我收钱，这嘛是应该。这边哪用的？嗯，这桌先是你去应的呢，伊哪有权利通甲收钱啦？ 你是不是惊讲我甲尤金去找乌狗的算账，爱冤家，所以你代志全部存住好，是不是？阿五啊，你心肝唔通遐尼软啦，你若心肝愈软哦，乌狗会愈好犯啦，会软土深骨啦。要无咱是要安怎？假使讲你若是甲伊相拍，你若是互拍受伤，我嘛会足艰苦。也假使讲乌狗的。 伊若是互你拍着伤，咱嘛是爱家己服药。卡随钱若是唔害人，你相拍你是会解决的事。我家己服药，我叫戆使来家服药。啊，你听无少，我即摆知影啦。阿五就是惊你甲乌狗冤家，毋则故意叫你出来，啊你气甲扑扑跳。哎呦，食甲下侪咯，好歹话也袂晓听。阿五啊，你爱想你安尼直直忍耐，就嘛毋是办法呢，哈？ 你伫乌狗迄搭做也袂一年啊，乌狗着用即个方法来伫咧安尼对待你，咧甲你虐待，啊后手我搁三年，你是要安怎过日啊？对，我看咧，阿婆，归去吼，你欠乌狗还债唔哦，我甲阮大人还啦，安尼以后你着免搁我偷窃啦。阿金啊，阿婆兄，你对我的照顾我知影，啊毋过我是惊讲，若知影的人。 就是讲，你是想要甲我斗相共，啊，若毋知影，伊了做讲水底打只过往无偌久，我着甲恁兄弟仔伫咧高高顶。哎，
知啊，啊，别人要安怎讲，由在你讲啦。我阿爸讲，阿爸啊吼，虽然无我无唔对啦，要唔过绝对就我爸来啦。阿大兄，恁兄弟的温情，我这世人唔敢袂记。要唔过我决定，水底欠人遐个钱，我要靠我家己的力量来还人。等下我到乌狗遐做四年也是完。假使我若是要出来开餐厅，才希望恁两个兄弟啊，甲我投资，安尼好无？好是好啦，要不我还等四年呢，哈、啊。唉。来搞啦！我来，你等。你看你对待恁大，看着，我过最后叫你一摆老。我是看兄弟啊替你咧问，即马做代志，走会走，倒会倒，你拍算要安怎？我仓库都向枪讲去，我家己咧自身难保啊，我已经破产啊咧，我免了法度来照顾恁啦。嘿，我不管你，你今仔若无我一个交代，我绝对无放你出。我讲遐只好你听，你听无？啊，我是要来交代。是啊，你意思是无要改观，啊那安尼你莫怪我对你无敬。来，你来解控来。我小妹真的，有人要杀我，有人要杀我。看者，看者，看者，你看看，看者，看者，你看看。皇上，这回事吼，你有看些大老哥啊，行路摆脚摆脚的人，有只过。有啦有啦。有无？敢那对迄边就走去安尼。有迄边哟。哈。好，坐下，走，来。赶紧走去啊！芬华，是你啊，多谢你啊！免假谢，多谢啦。我是不忍心看讲遐人甲你拍啦，要若无你这款人哦，我才袂救你啦。啊，你阁唔走是？啊！你阁坐遐，啊，看来遐人若是来哦，连我嘛有代志呢。哎呀！啊！我卡，互因讲一个，我家己阁去转着。无我都惊啊！好啦，无我送你来中桥啦。细弟，较细弟。阿金啊！啊，哈紧哈紧！阿金啊，有伫无啦？紧出来啦！阿我，阿你两个先来。阿金啊，臭鬼耶！你听啊，你那是去创啥啦？无啦，别甲我动啦！你们假死在踢死我，退出再报仇啦！哎呦，阿金妈，等下才怕啦！伊即马哦，脚底哦漏掉啦，你紧甲瞧瞧咧啦！叫我瞧瞧，哼！阿金妈，伊哦有人要甲伊拍啦，啊吼，你脚唔着紧甲瞧好，伊唔则有法度让我走。这种人去用拍死哦，算报应啦！叫我瞧瞧，不得我的手。阿金妈。你是一个拳头师呢，你替人接骨是你的本分呢，你哪会遐见死不救啦？不，伊若是我甲伊的恩怨吼，有一天我会找伊算啦。今日你先紧甲接脚啦，去啦，去啦。王兄，我是等下阿华的面子哦，再跟你瞧。过来，你敢扶啊？我现在就敢扶，该会晓行的。我敢会晓行，我就着给你瞧。来啦，行好行好，行紧去啦！哎，我咧脚疼，要来行会紧啦。大车，
来看啦。拜托啊！大雨大雨，阿个声会听是？哎呀！你根本无发现啦！这两天看咱行啥的，就个两天就好啦。你起来徛徛看卖，徛我会记得袂啦。所以。尤金仔，哎呀，你实在真牛嘞，真厉害！啊，你稍微翘一下啦，尔，啊，都较袂遐疼嘞。多谢你哦，感谢哦，感恩哦。免你讲啦，大家嘛知，我是看阿五阿面子啦，免你说多谢，恁面无咧嫌啦。看出来，啊，你唔是讲你是老大的，但因遐是安那敢拍哩？阿五阿姐啊，七套人就是安尼嘛，啊，拼会来就是咱的，啊，若拼袂来嘞，咱就爱走红烛。这叫做哦。菜塘吃菜，菜卡死啦！啊，暗路若行过，拄着鬼啦！你这条路若唔早收起吼，死到死，路边都无人收尸啦！对啦，看出啊，你的物件嘛袂少安尼，你著爱量早收卡，要若无后日啦吼，你一定会足凄惨的啦！啊，害啊啦！哎呀，别过来，阿五，你是不是害死啊？哎啊，我哥吼，才看出来只，啊，我煞袂记讲细汉的你菜市啊靠等我，即摆若有找无人吼。我告你，一定不教我骂的啦！我唔听你讲，这种人哦是假笑的，家己假惹麻烦的啦。我说，你先走。哎，阿华姐，你真还搁在搞恶搞的做事咯？无唔对啦，那是受恁的指引啦。阿华姐爱当哦恶搞餐厅做四年的奴才来害债务啦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呀，四年哦，28的债务爱做四年哦。伤憨啦！我刚不是甲讲，伊害你100万。哎，呀，我是要来甲水底师吼讨100万。我想要伊往生啊吼，啊要甲讨可能真困难。遐乌狗才出面来甲我讲，讲叫我带一个面子给伊，打两折20万现金，伊要替我解决。不是100万。就是为了讲伊害你100万，我唔才落去餐厅甲醉死你。我心肝都咧歹啊，想袂到讲伊阁比我较惨。你免当孤笑比无话啦哈！那恁两个哦，相拍无过惨咯啊！恁两个敢会晓啊？牛条佬学牛某尔，恁是会晓啥啦？恁啊！阿五阿姊啊，我对你真歹势啦。我嘛唔知要安怎报上恁才好啊。阮水底也已经过身啊。即马讲这嘛已经无路用啊！哎，无阿华，有路用，绝对有路用。看下，我问你，你真正会后悔？你要明了较早唔对？对啊，真正啊。啊，不过我即马伫咧走路，我若讲到钱的，我无多，无多。我也毋是要叫你开钱啦，我爱你哦，出面替阿华作证，讲乌狗会才摕20万给你尔。免了阿五阿弟啊，我做四年老财啦。那这哦，我做会到。有影哦。好，阿恁我即摆就来拜托恁这边，招一寡乡亲来现钱。你跟乌狗对峙，好。无你即摆一个小国金毛国，是安怎啦？啊，人找到了未？大，你阮五阿弟有够好走呢，我安尼四界找吼。看无伊个人啊，找无，啊伊会走去倒啊？敢讲伊会飞天转地是？我看吼，伊趁只工课就无想要做啊，无一定安尼半暝啊吼，偷偷物件看，搬厝选伊啊咧。偷走？嗯。四年的薪水，伊才敢做一年尔，想要走，嘛得看我有同意也无同意。同意无同意哦，唔是你讲的就有准算咧，啊？恁来遮要创？阿兰，我明仔来遮行行看看呀。哎，嘿嘿，说啊，无你是走去倒啊？我的工课你是要做啊，唔做哈？我不爱做啊啦。啊？你不爱做？
你若搁讲一句话时喽，我就去法院甲你告。哎，你有搞到？你当作法院是恁兜开的，哈？是恁这两只好心哦，看到甜啊就对来啊。嗯，有搞的。你讲的甲差不多了，靠站在，啊？也那无啊，如伊讲啦，等你是走无路，如伊讲一脚砖甲你拱起来啊，你知？对，卖甲讲这啦。那讲这条命就乌狗哦，为了吃人真狗啊！是安尼，这吃人真狗哪尼啊？啊，连你都夭寿钱啊，你安尼乌吃乌吞落去啦！你唔惊假事哦？讲话较有站实的啊！恁即马是要来乱场的，还是阮嫂啊提钱请恁来这变狗人的哈？你就是做了伤过超过啦！嫂阿桃遐两兄弟啊，看咱袂济，才要推我出来啦，安怎？嘿嘿，嫂啊，你唔通袂记诶，你是我请诶新罗呢，你也无准时上班啊啦，即马阁请一寡只孤陋寡闻诶人，亲门大户来我诶店诶，无啊，我着还袂骂你诶，你反倒转来即马要教我？教你？是你识教只教人啦，阮是人诶，人是讲情理诶啦，毋是像你即款禽兽啦。我，人是禽兽吼。就好转呀啦，莫搁食啦。啊，若无，大家是真歹看嘞哦。喂，啊，你拢是咧创啥哈？你搞咱阿伯呛啥？有金国术馆的头叫啥样嘞？你是安怎有哈？那有金国术馆的算啥？一旦餐厅，这还不听无？啊，你干咩出来？啊，我吐你死我啦！爸，枪不重用啊！啊，你细汉了。你怎么来欺负俺家细汉的？恁爹好你家细汉的！不，刚才谁创啊？我有代志好好参详，好好讲，安尼起脚动手位啊！李瑞平，你来上桌，替我讲一下你。我教的，我今日是专工来吼，为着你甲阿华的纠纷要做证人啦。我含阮嫂的纠纷哦，安尼上好。李瑞平，我跟你讲，你替我主持一下公道。阮嫂是我请的新娘呢，透早六点就去买菜，买到正才转来，安尼敢有公道性？你别来，别甲这人讲较久啦。我讲你听，阿五欠你20万啦，甲你做年外奴才哦，也已经够啊。所以自今仔开始哦，阿五无要甲你做啊，知无？嘿呀，无啊！你即马是咧讲什么笑话啊？哈！阮嫂是欠我100万的，唔是20万的，你莫当作未破计破。我是啥物人，甲你摕100万啊？啊！泡水，你哪来？嘿嘿，好狗，你心肝是来有够强的哈，你作假的了。你当初时间讲廖水底甲你是三兄弟，为了这个情分，你要来跳过阿五阿姐。啊，迄我100万的债务，你来甲我打两折出去。哦，啊，你再来骗阿五，讲你还我100万，对方讲你再谈后背怎办？哦，你心肝啊这么歹，这个钱你吃的了。啊，兄弟，这款来做还敢钓？无够，唔是我咧讲，啊！你甲水底是三兄弟呢，啊！你安尼做，敢袂伤娇贵？我，你丢咩啊？含这种人哦，免讲啊多啦，规气个上派出所，互警察处理啦。阿五，啊！你即马拍算要安怎？你拢莫阁讲啊啦！为着我大姐已经该做年外，欠伊20万，啊！你嘛应该有够。即嘛水底啊，已经死啊！哦，到你若是会当将迄个过恶害我，其他的代志，我袂阁追究啊。好啦，无算啦，无算啦，我后过有趁了，无你共我做甲下下叫啦。阿兄，阿金妈，多谢你这摆甲我斗三工，还阁有看嘴的。要若无我待乌狗遐哦，唔当要做到当时才会出头天嘞。阿五阿姊，你莫安尼讲落去，你若安尼讲吼，我愈歹势愈见笑。对啦，看嘴的，啊你以后有啥物拍算？
我想讲，我要来去自首。手下洗手，重新做人，歹路无爱搁行。你若要安尼想吼，我是对你足欢喜的。对啦，看出，这个都浪子回头金不换啦。你若当手下洗手哦，安尼哦，我钦佩你。伊不知，你莫安尼讲啦。你能够继续讲落去吼，我就愈见笑啊啦，吼。要不呢，我先来走，哦，开始开始。挂嘴，啊，若有闲哦，你就爱较食来坐咧呢。哦，对啦，莫来去，啊，家己都爱保重哦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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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你哦。阿五啊，恭喜哦，啊，你今麦出头天啊，啊，以后你打算变怎？大，啊，当时要拍算钱啦，咱即摆袂用乌搞的哦，下班辛苦的啦，咱来开一间餐厅，改变。开餐厅？哈喽，对哦，使啊。规日咱开一间餐厅哦，甲乌狗已经变好做，报一只鸟吃啊完嘞。哎，报鸟吃啊完，无报鸟吃完嘞，以后才阁讲啦。阿五啊，你是一个出名的总破师呢，啊，起了用哦，安尼拍算啦。所以啊，我鼓励你落开餐厅。嗯，也毋过开餐厅，我也无本钱，是要安怎开啊？切你放心啦，我从阮友金哦，甲你投资。嗯嗯，本钱阮出啦。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老的出钱，少年的出力。我一个人，咱当了几个人用呢？知。假使你若是甲我投资，安尼我就应该开一间餐厅。那你这个名，我就来甲合作第一号餐厅。嗯，赞。是无形中，有人被风笑戆。这乱的风吹飘来飞去，想袂到遐风动。伊亲像一阵风，定定无想信用。六月的炎天，阴云牵挂，可爱的无情郎。风吹，风吹，风中。谁知梦中的相思有偌多？缘分由天空坐，简单一句话。情断无相借问，阮是啥人的？